第三人主题天后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真的好玩哦。而且只要是有歌的，哪个都过，就等着等，就是或者是比较偏远的那个年代比较各种主题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但是默契很重要。对对对，默契。好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奖品是我们的 Table 王得到的是蛋黄哥的松饼机。哇，各派三位，大家很虚。三个有玩过的谁？他想要松饼机啊。那你要玩，你想要玩，那你玩一点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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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你反应很快，好，准备，各就各位。这个阵仗非常好，欧汉森第一次录，所以这边后面的声音大一点。好，好累，好累，太冷了。椅子往前拉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对，要注意看他。好，好，这样的哦。好，来来，你请他的。好，请抽第一题。我要第三个。第三个。 哦，这很难，很难吗？哇塞，这很难！哇！你看到，一幕是，你干嘛挖？成双成对，哦，这简单，还 OK，双成对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主题天宝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耳环、筷子、背、双胞胎、情侣、量子。 靴子、鞋子、双腿、袜子、鸳鸯、负离子。负离子，为什么量子？负离子，为什么是成双？负离子，如果它带负电的话，它通常是一个，但是它会分裂，所以负离子在释放这个，它是不对的。负离子，你可以骂他，骂他。榔头，你要不要？ 好，算丑，算丑。好，算丑吗？讲点平易近人。哦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一题没有丑了，都会玩了哈。从你欧汉森开始，来准备，主题天宝 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眼睛，很好，拖鞋，鼻孔，哇，耳朵，哇，双人套餐。 双人可能吃一份哦。对啊，我一个吃两，很多菜，刚好两个。这么多东西可以成双成对的。我觉得情人节晚餐可能好一点，双人套餐可能一个人吃。哦，双人成对，我想说用那个字来接。双人成对啊，双双成对。对不起啊。这个 OK 可以给他机会吗？他拥有两条命，这一辈子。 谢谢你，我们在等你康复。我知道，我们也很辛苦。我尽力了，我住房那东西，哦，大力哦，没有丑了，没有丑，没有丑。主题Temp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成双成对的东西，情人节套餐，情人节对戒，鸳鸯，眉毛，卵巢，耳朵。 情侣衣服，耳环，输精管，射护线，筷子。射护线到底在哪？射护线不是在那条线，它是个线体，不是在那条线。是个线体，在会阴部的中间上面。对，哦，是一个小线。你想问一下，但射护线跟负离子，它会分裂。 他不会分裂，会肥到。其实射物线这样，哎，我给你看一个。真的，真的有情侣装。小问题，情人衣服是情侣装的意思吗？对，我叫情人衣。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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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叫情侣装。情人衣，情人衣。我就怕你们听不懂，情人衣。
好，都会了哈，我们换题目。哇啊，来，补充，补充，才刚刚补充题，差不多也讲完了，差不多对啊，都没。哦，这个好，这很难的，这一个很难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住在台湾的都知道，传统串冰会加完蛋了。准备，主题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绿豆、粉圆、炼乳、红豆、米苔木、豆花、蜜饯、大红豆、冰、QQ 圆。我只吃冰，谁是主菜？主料，是主角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是把配料拿冰当配料。你当的是配料。好，这是炒饭会加的配料。炒饭，饭，饭就是配料，饭是主食。有点丑，有点小丑，小瑕疵啊，小瑕疵。对，我很难得讲我有瑕疵哦。超抽，不是他很难承认他有瑕疵，很难承认。徐奶奶准备配料啊，传统串冰会加的配料，配料配料啊，塞地鞋。好，知道知道。主题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芋圆，汤圆，地瓜圆，蜜地瓜，草莓，薏仁，米苔木。大豆、芋头、酸梅汁、鸡蛋、月煎饼。天哪！对啊，鸡蛋、月煎饼、跟点菜。我讲鸡蛋，可是你们因为自己说哪有鸡蛋，所以我把冰你都讲出来了。哦，喷烟的鸡蛋，而且还有那个鸡蛋的鸡蛋还在烟头里面。因为他讲鸡蛋很多，没有问题的人，没有问题，可以了，没有问题。我承认有鸡蛋，有鸡蛋，好，好不好？要拜托。从神韵里开始，蛋淋上去，对。丢丢。来，准备。主题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薏仁，红豆，花生，绿豆，芋头，养乐多，炼乳，芋圆，粉圆。汤圆、凤梨，哇！这一次完蛋了。糖果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都知道讲重来，不过顶来啊，重来蛋就好啦，全部重来。对，全部重来。我共鬼啊！为什么要全部重来？因为有人死啊！啊，你要常回来台湾啊，真的。常看电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你是我的战将哎。啊！你为什么一直？你为什么说？哎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为什么会是说自己是综艺金童呢？为什么？这是一个浮云一样的虚名。对对对，永远不要再提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那我回来干什么？等你去死了。我会死。邻居，来，先上，先上。啊，换题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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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这一题不 OK。大家都不吃冰吗？这个太多了。好，大家都会了哈。我们容易，太容易。题目，待会林俊一接哈。题目是。两只脚的动物，两只脚蛋的，是动物就不要讲到昆虫了啊！拜托大家啊，那人算吗？昆虫啊，两只脚算呐，人是虫啊，两只脚。林志毅准备，主题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两只脚的猴子，猴子，鸡，鸭，白头翁，白鹭鸶。猫头鹰，哇哦，猩猩，鹅，红鹤，麻雀，鸳鸯，地质，人类，长臂猿，老鹰，秃鹰，大雕，台湾蓝雀，蝙蝠，乌鸦。巫婆，巫婆，巫婆，对呀，巫婆可以，巫婆可以，你不要看我啦。哎，巫婆可以吗？如果讲巫婆，不行，不行啊。啊，他是个职业，对呀，职业。
很多。哦，来，何以文，何以文上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疯掉！怎么办？这样子人家会觉得我们节目很笨。不会不会，我刚刚很多。今天还是退，因为你们是外景节目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这意思是说棚内节目比较难，那棚真的很难，没办法适应的，太凉快。对，太舒服了，晒不到太阳不习惯。对对对对。导播现在如果把冷气关掉怎么办？何以文，活泼嘞，好不好？你接，认真。两只脚的动物。啊，还是。啊，蛤蟆在田里。嗯。准备，主题 tempo ready go， 重来对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两只脚的。人类。鸡、孔雀、鸭、鹅、猴子、大猩猩、天鹅、九官鸟、狒狒、红毛猩猩、麻雀、长臂猿、白头翁、白鹭鸶、白纹鸟。蝙蝠、金刚鹦鹉、乌鸦、台湾蓝雀、大雕、爱情鸟、燕子、老鹰、小星星、你只报了他接亮晶晶吗？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那边讲大猩猩，这边就要接小猩猩。小猩猩勉强是可以。雷克斯隆。那丑鹰没有啦，丑鹰还有中猩猩呢，暴龙。中猩猩还有迷你猩猩，那猩猩啊，那猩猩哎，那猩猩也算猩猩。我们要不要？没有丑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丑了，这样龙。你忘记在顶峰，还在顶峰。哎，我主持人都还没有下来。哎，没有，潘应主还没有完。哎，我还有。换你主持，去。潘应主，开始了啊！陈梦泉坐好。潘应主，对，综艺金童为您主持了啊！现在还有潘应主。还有我啊，今天潘应主嘛。很想主持人，想抢产品主持人。耶，我主持过这个节目。我主持过这个节目。哎，你在忙什么？他很忙，他很忙。各位民众，我们要开始。哎，您的表演。准备，主题 demo，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。老鹰。鹅。九官鸟。鸡。鸭子。老鹰。孔雀。台湾蓝雀。秃鹰。老鹰，老鹰讲过。一开始就讲，一开始就讲老鹰。他第一个不就讲老鹰？对啊，第一个讲老鹰，第一个就讲老鹰，是吗？对啊，你要讲小鹰呢。拜拜。啊，看过，过过过。真的，脑子空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来再讲再讲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坐久了会不循环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学弟你？老鹰。来谁？谁？来阿莫，阿莫上。没关系，我们还很多。我们还两个是吧？啊，我们还两个。这么多人哦，我们还好多人哦。我们没人哎。换题目，耶！又要换题目，这个，这个在，嗯，哦，这很难哎，很难哦，那换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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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，你抽到的，这年轻人应该不要难，大家一起难啊，那我年轻都有一点难，你们也是年轻人啊，那只有奶哥是传统节日的习俗，是奶哥比较厉害，只有东方的啊，准备，好难，很容易挂，主题 tempo， 奶哥的节日 ，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划龙舟可以，赏月，抢姑，哇，端午节，厉害，习俗过节日，哇，他没有办法，是自己人，搞不懂这些的，是自己人呢，习俗，我们刚才讲什么？我们讲，他不是讲划龙舟，划龙舟啊，就习俗。端午节是一个这一天会做什么？哦，要吃粽子是习俗。哦哦哦，懂吗？白月饼、粽月饼。哎，月饼，对啊，这一类的。哦哦哦，懂吗？懂懂。不好意思，吃柚子。我一直以为是你们这一队的哈。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拜托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对，他是我们的共业啊，共业。他不只是我这一队的，他是你那队，你也会有情绪。他是我们的共业，我们常常用来用去，好不好？来来，从头啊，来准备，主题 tab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划龙舟啊，吃月饼，包肉粽。
抱屈原，他叫抱屈原啊！抱什么？抱屈原，现在抱得到也拜屈原。端午节要不要去捞尸体？拜屈原，拜屈原已经不见了。拜屈原是习俗啊，屈原没有捞屈原的习俗啊。你有捞汤圆吗？屈原没有。我们不是要拿粽子下去丢给他吃吗？那不是，不是给屈原吃的，是给鱼吃的。不是给屈原吃的。屈原是鬼，屈原不会吃肉粽。对不起，我觉得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礼物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做蛮久的，我还有人吗？还有，我还给屈原玉饭团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。那张无忌来帮忙吃了。要有阿紫，好来，传统的习俗生活这些。是阿紫。来啊，泽泽跟贴，题目是传统的节日会的习俗。哎呦，传统完蛋完蛋，再一次。他真的有阅读障碍，真不骗你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的这个题目是传统的节日的习俗，来主题先走 ，Ready Go。包粽子，炸邯郸，吃粽子，立蛋，抢屋，赏月，扫墓，发红包，划龙舟，写春联，烧王船。啊！不要讲走啊！想烧王床，烧王床，所以我听到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会讲，因为这很冷门。照理说没人会讲。想问，他就他讲过了。你的话也讲太大了，真的有听到，还有很多。没有了，我要想两个，因为我太大意了，我想很容易。那你就说住王船呢？住王船，住王船，会被烧掉。坐王船，对，你要坐那个，你要坐哎，比较烧着。王船我都住206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天，喂，总统套房啦。你这么想住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酒醉来发红包，我们还有谁？来，丹尼斯上，很多人呢。可以。哎，我们搞不好很难。还要丹尼斯接，是主题 tempo ready go。三下，阿杰，你听我这样说：立蛋，拜天公，放天灯。祭祖，包粽子，提灯笼，烧纸钱，扫墓，吃团圆饭，登高，划龙舟，猜灯谜，吃汤圆，喝神王酒，挂香包，赏月，写春联，登高。请问一下，什么节日要登高啊？重阳节啊，重阳节是规定的吗？你要常回来台湾，真的。登完了，九月就过帽子，他们没有人了，来，我们下。重阳节有空来登高吗？登登登登。他们没有人哦。换位置哦。现在我们是4-4，4-2哦。我们自己人哦。哎，不要相害哦。来，不要太难。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换题目。来，要换题目。好，天哪，被夹杀！我们现在剩一个，两个。哇，这超难的，好险你没选到，对不对？我还好下来，要不然自己要下来。这个太差了，我也很难。选秀节目出道。黄灯会接，主题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蔡小虎、萧敬腾、林俊逸、杨宗纬、林宥嘉、张惠妹、吴淑敏、梁文音、曾玉佳、张文琪、张艺珍。周子瑜、张芸京、大飞、徐凯熙、杨升达、欧汉声、杨宗纬，讲过了，他讲过了，讲过了，讲过了，什么时候？四大天王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你想很多
真的，我下来早就挂了。魔王大道，哎呦，我的节目魔王大道，对，我的节目对，我来，我还做两秒坐过去，一斤糖就是那时候才做，好难哦，还没做，这一题难，对，我现在加油，还同三比二了，加油加油，来哦，好，主题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 ，Dennis 说，林宥嘉，梁文音，徐佳莹，林俊逸，欧汉声。谢振廷，萧敬腾，曾沛慈，杨宗纬，张惠妹 ，Echo， 曾玉佳，张立东，杨升达，陈大天，李仙娜，大根，苏子成，张干。张什么东西？张什么？就是叫我名字就好了。露露，王露露啦。那讲讲露露就好了。露露啊，露不出来。露露，露龟，露没出来。露就不能露没出来。黄露，那好讲讲你。对啊，对啊，露完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他们讲了那么多。换题目，我们要跟他们换题目，换题目，换题目。我帮你收集了半天。来哦！啊什么？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啊！两个人同时做的事情。两个人。两个人。只有两个人。两个人可以做的。四个人。同时一定要同时。同时做的。比如说接吻、看抱抱这些。哎呦，我摘。能懂吗？这个你反应就很快了哈。不要再。我就验了，没有了。来哦。个人是同时。一定要知道，比如说划拳也是两个人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对。来了，主题 dem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国标对唱，慢一点。拥抱 ，tempo。接吻，亲亲。炒饭。亲亲就是接吻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老是最后一点都接不上呢？对不起，亲亲是真接吻。我们要让我们来下了。OK， 拜托，让我们下。好，再一次接，一打二，加油！你加油，接下来是晋级赛，这样子加三个。整个靠你了，整个赛事。对啊，真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比较难一点。来哦，欢迎换题目了。对，想想很久。是比较难的，对，题目难。各位，退一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谢谢。哦，这简单了。傻力啊！来哦，一节一节的东西。什么叫一节一节的东西？比如说，我讲火车，还有什么竹竿、竹子、甘蔗，对吧？一节一节甘蔗。来哦，主题 demo，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。火车、竹子、高铁。连接车，竹笋，捷运，竹笋，竹笋还一节一节的，竹笋没有一节一节的，是真是真呢？竹笋，你怎么吃到竹笋一节一节的？就像洋葱那样一层一层，啊，给你重一次好不好？酱笋，酱笋，好不好？那个笋子没有一节一节的，我一层一层哦，哎，一节一节一节的，哦。好痛啊！你有反应啊？我们现在很依赖陈哥。你打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曾国盛接一节一节的东西，主题在播。Ready go！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列车车厢。高铁。捷运。竹子。竹筒。连接车。竹竿。火车。油罐车用完了，竹节虫，莲藕，登山绳，没有了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这么多，香肠，单字，我要讲什么东西？关节嘛，一节一节。登山绳呢？登山绳，他要打一个结一个结，一个结一个。按摩疗程。是 Dennis 号吗？是 Dennis 号。Dennis 没有登山绳。OK， 好，我回到这边我已经刚刚他按摩疗程，一节50块，一节五十块，我按摩费不完，那你让他拼啊！我每次拉很多，拉到最后很累。好。
很难。会简单，我看这个很简单，对他们。哇，这好难哦。很难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会出现在水面上的东西。哇，蛋瓶啊，好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好难哦。落叶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大概这个方向。来，主题 table ready go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睡莲。荷花。曾国城与许凯欣的高强度对决，到底鹿死谁手？一百秒后就知道。天才冲冲冲！来，主题 table ready go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睡莲。荷花。冲浪板。浮板。水拧。游泳圈。哇。浮尸。垃圾。落叶，保特瓶，哇，厉害！啊，剑，好厉害！啊，剑，他们讲垃圾，他全部把垃圾分类，都还讲罐头嘞，对啊对啊，他不懂，他们讲哎呀，罐头不行太重啊。刚刚你要多妙吗？刚刚他没讲到讲浮萍啊什么，我跟他讲浮尸，你接着就讲，就会想到丧葬类。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哦。我们他在水面上垃圾分类送给他了哈。哎呦，直接送给你。哇，真的，真的有想抽。